蛮怎么大力的？谁是他兄弟？谁是他兄弟？翠克，你是我兄弟啊！嗯，翠克，你是我兄弟，你不要走嘛！你要扶他走。接下来，孙生的暗号是刚，还有倒立，还有倒立。倒立是倒立是什么意思？直接是动作吗？就是倒立啊，就是那个倒立啊。突然倒立，突然倒立，这不是暗号吧？就真的、啊，在那个大众场合之下，可能在夜店、酒店，对，就会突然这样倒立啊。那懂的人就会懂。你用在酒店倒立？对啊。这是一个暗号。对对，这个暗号。这太大型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暗号全部人都会看到哎、欸。就是要让我的自己的暗号会不会是在全部都说失火的时候，你又在那边倒立？就是身边人看到倒立就知道啊，我知道了。所以是只有你朋友才会知道吗？对，也是属于，因为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你要头转的很嗨，在玩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以为好像我要表演什么，但是其实 OK 吗？有 OK 有那个有玄机、嗯。那如果要在计程车上打暗号怎么办？倒立，停车一下，停车一下，然后到路边这样倒立。双层巴士，还有这个缸啊。刚跟刚我很常听你讲，对刚刚很刚啊，刚对刚啊，刚啊，刚感很色啊，很刚哦，刚很刚哦，哎，翠克很刚啊，很刚哦，哎呀，是可以这样用的，是不是？很刚，很刚，很常讲。心情好跟坏都可以用吗？这个刚比较偏坏，社交能力用尽想离开，对对啊，所以你把最后一点劲用在倒立上，对，因为有时候脑容量已经太奇怪了嘛，不是。你在夜店、酒店，哥们都在跟女生说话啊，他也没空理你啊。我就做个大动作，大家就看到了。所以你通常是喝到已经受不了，还是说没话聊，还是说你觉得很无聊？就差不多的时候，然后我只要一倒立，就我一倒，第五翠克，你现在是我好哥们。嗯，翠克，翠克，刚嘛，刚刚啊。哦，现在她是女生，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要倒酒吗？顺，再喝一杯啊，顺。听着你，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倒立啊？皮肤的女生喝酒，来吧！哎，你们怎么一直冲浪啊？刚一下，喝个刚啊，对不对？不错，喝下喝下喝下，立下好不好？老板，哎，老板你怎么倒立？老板是不是？倒立，老板怎么倒立的？谁是他兄弟？谁是他兄弟？翠克，你是我兄弟啊！翠克，你是我兄弟，你不要走嘛！你要扶他走。有时候我们不能做坏人啊，要身边的朋友说。不是，万一你倒立完之后，大家都没看见。对，全部我傻眼吧。因为那是很安静的倒立耶。我在沙发上倒立耶。哎，沙发上，那女生又吓到，哎呦，孙生哥你怎么了？孙生哥，你要一个手炮，你要一个手炮。手炮非常的啊，他在倒立。孙生明天早上要拍摄，他可能要先走了。你说现场总会有一个人看出来你想干嘛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像他这种朋友，你就会立刻断交吧。我傻眼，他更没看我啊。我没有给他黑黑的女生，对啊，你给他指令是跟黑黑的女生聊天呢、啊。对啊，我以为你会注意看嘛，哎呀，讨厌。太刚了，太刚了，太刚了，太刚了。香港的朋友用啊，香港的，哎，刚还没讲哈。对，刚刚，刚就是这个啊。有没有太刚不？不太 OK， 不 OK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个刚？因为刚是幽门嘛，幽门啊，就这个比较可能比较还是什么？比较一个。忧郁的感觉吧，就是例如开会嘛，然后厂商可能意见很多这样子，然后可能费用很少，我们不好意思交头接耳啊，不能这样窃窃私语，我们就说啊刚，这个偏刚，这样厂商都知道啊，这听得出来吧？完蛋了。重新改暗号，暗号不暗号了。跟你开过会的厂商说啊，那个一直讲刚刚刚，我还想说什么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。
开启小铃铛哦，叮叮叮。